喂，我嚟测试双手显示智商啦。好，嚟。转。OK。好勉强。我 OK 喎，你好过 Ellie 喎。哇，你好过 Ellie 喎。我只向前推，又唔知做乜嘢。呢隻手好啲。我哋成日講學琴嘅天分，天分分兩方面，一方面咧其實就我哋本身對於雙手嗰個協調控制啦，而第二方面咧就係、我哋音感啦。音感嘅意思即係你聽完嗰首歌，你可唔可以唱得翻啱嗰個音，或者你可以聽到自己有冇彈錯音啊，或者你可唔可以一聽完之後就模仿翻個音咧？咁但係我哋今日咧最主要就係講雙手協調嘅幾個遊戲，平時大家可以喺屋企做嘅。咁第一個咧就係頭先。我 challenge 佢哋嗰兩個啦。首先左手向前推，右手揼，然後右手向前推，左手揼，咁令到你一轉嘅時候 smooth 就 OK 啦。然後第二個，兩隻手首先咁樣擺，跟住一齊左邊，即係左手手指尾，右手手指公，跟住之後右手手指尾，右手手指公。然後咧，如果你發現自己縮唔切咧，就會變咗牛角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唔係牛角，要縮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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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三个就是十二廿一，左一右二，然后反转。通常做做下就变咗唔知咁样啦，咁样啦，咁样啦，咁样。十二廿一。呢个系正常人嘅程度系咪？十二廿一，你得唔得？你试下。廿一。要试啊！十二廿一。我 OK， 我想讲其实佢 OK 嘅，好过你然后最后一个第四个的游戏呢就是合十你的拳头最近自己的是一那你对上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多你四五手指一路黐埋一嚿嘅我再慢啲试下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啦记住 like subscribe share 我哋下条片再见拜拜好，我哋依家 test 晒树树嘅智商。喂 ，OK 喎、啊，再埋啲。我识啦，Sylvie 到你啦。哇，Sylvie 系一只高智商嘅猫。